你让我孩子怎么过以后？要播出来以后，我不我自己想，不会播出来。我现在只后悔啥吧？我要当初早告他的话，我落不到今天这种地步。他死了不亏。我别了，我觉得我没啥说的了。这个咱中级法院判了以后，判你啥？死刑。你上诉吗？上诉。今天这个接着咱省高院这个省院裁定书，啊，以告发2004一刑终止第419号刑事裁定书，结果就是认为你因感情纠葛纠集这个上诉人王军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这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这个认为咱洛阳市中级法院这个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你这个上诉理由这个不予采纳，这个驳回你的上诉，维持原判。同时呢，这个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我院下达了这个对你这个执行死刑这个命令，今天给你同时送达，好吧？你对这个省高院这个有啥意见没有？有意见。这个事都不错吧？上一次人，他上人的时候我不在场，这一点他听诊的时候已经证明了。好，其他没啥吗？你对家里边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谢谢家里为我做了一切。因为你这个，可是我在案件审理中也有立功表现。我跟你说啊，省高院警察认为你这个就是说系主犯，这是没啥的。再一个就是说你上诉，称这个被害人逼迫你与你结婚，对案件依法有过错，缺乏事实根据，再个无证据证实。这个你作为被公安机关作为犯罪嫌疑人留置盘问后，被迫供认了犯罪事实，这个行为不构成自首。咱们过来两天，先记住这点儿。2005年元月31号，1月31号。过子，别动，从过子里头翻。这是咱们的省的能力所在。交往的这个几个呢，那个那个是，那个人是。他这会儿在说那么多干啥？没事，我在里头干，我干十年，做税务。你算是我这次采访的遇到第207个人。不知道。我想跟你简单你说一下，你可以跟女儿留几句话，等她成年以后这个单子过去她看。为啥要让她看？我知道你刚才你跟那个国法官那个讲到那个事儿，讲到那个民主表现那个事儿，现在证据咱也没法留的。我说起来就是敢作敢为，你还是可以。敢作敢为。对对对，既然敢。想听说实话吗？对对。中国不是法治国家，是人治国家。现在你说这个对不对？你看咱们所有的，包括咱们派出所的人，包括法院的人，现在对你的情况，这个民警对你都不错。通情有啥用？法是无情了，光是我犯的罪不该处死。不说这个话题了，从这讲那个，那别的没啥讲的，别的还讲啥？有啥讲的？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说啥有啥用？不很苍白？你现在后悔？我不后悔。
再下来，反过来。哎呦，凉。说了不吹了吗？啊，说了不吹了吗？好，张先生。